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睇香港中华游乐会2019全港网球公开赛。咁啊，一连两日啦，我哋都会同大家睇直播。咁同大家一齐睇直播嘅咧，除咗有我海何海婷喺度之外啦，亦都有 Ricky 陈志成教练喺度啊。系啊，海，我哋今年第三年咧喺呢度做直播咯噃。嗯。咁啊，都多谢睇路咧，系俾个机会我哋咧，亦都多谢中华游乐会咧，系咁多年嚟搞呢個比賽咧，係轉咗方式嘅做轉播嘅。嗯。咁我哋首先今日會同大家睇嘅第一日嘅公開組嘅決賽賽程咧，首先我哋會送俾大家咧就係女子單打公開錦標決賽嘅。咁啊，對賽雙方就係一位未夠十八歲啊，黃康怡今年17歲嘅啫，對住今年30歲嘅陳詠柔。咁啊，兩位都叫做係香港排名係非常之高嘅球手啦。黃康怡暫時如果唔計其他真係出去打 WTA 賽事啦，佢嗰個排名亦叫最高噶啦。咁啊，亦都係青少年組係仍然係最高排名啦，17歲佢。WTA 嘅排名唔算高，有大約1000位啦，但係 Junior 嘅排名就非常之高啦，喺 ITF 嘅 Junior 入邊咧係排緊第29位嘅，咁啊佢喺 ITF 嘅排名咧就288位，咁啊至於陳詠柔呢位30歲讀完大學，亦翻嚟香港打咗幾年嘅職業賽，同埋係幫香港打比賽啦，咁佢而家最已經正式其實就真係掛咗牌唔打職業賽噶啦。咁啊，佢最高嘅世界排名咧係340位，係呢個係講緊係 WTA 賽事，即係話職業賽事入邊排名最高嗰個層面噶啦。咁啊，兩位都曾經喺呢度攞過佢哋嘅單打錦標啊。係啊，咁啊，分別咧其實兩位啦都攞過兩屆嘅錦標。咁啊，陳詠柔咧就比較早少少啦，喺2011年同埋2016年啦，咁啊攞過兩屆冠軍。咁啊，至於黃康怡咧就係、是、衛冕再衛冕，睇下今年可唔可以再衛冕，因為佢就係2017-2018年嘅冠軍嚟㗎。冇錯啦，陳詠柔喺2016年即係黃康怡贏之前嗰幾年咧，佢曾經都贏過啦。咁啊，啱啱好就係話佢。其實呢兩年嘅成績都唔差嘅，咁喺南華會嘅賽事亦都有好嘅成績嘅。咁我哋見到咧，現場係嘅康體部嘅總監咧開始介紹今日嘅一場賽事嘅資料啦。Now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Ladies Open Single Championship Final Match at Court 7。各位先生、女士午安，早安，歡迎嚟到香港中華遊樂會全香港網球公開賽2019，即將喺7號網球場舉行嘅女子單打公開錦標賽決賽。Let's welcome the player on court。現在有請球員進場。首先我哋見到兩位球員入嚟啦，咁啊前面嗰位，因為而家係單全職嘅，所以嗰個皮膚都叫黑啲啦。係啊。咁就係17歲嘅黃康怡，咁亦都係啱啱對上兩屆嘅單打錦標得主嚟嘅。咁啊對住咧就係陳詠柔啊，睇下今日兩位嘅發揮會係點樣啦。咁喺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咁喺唔同嘅網上嘅頻道咧，其實都可以收睇到今日嘅直播啦。咁啊，可以喺呢一個嘅 CLC Open 嘅 YouTube Channel 啦，亦都喺呢一個嘅 CLC Open 嘅 Facebook 專頁，或者係睇路嘅 Facebook 專頁啦，咁都可以咧收睇到呢兩日賽事嘅直播噶。咁啊，黃康怡今年嘅職業成績係非常之好嘅，佢啱啱就贏咗喺華欣嗰度咧，贏咗 ITF 嘅佢第一個ITF 賽事嘅單打錦標。係啊，咁啊喺呢個比賽咧，就華欣嘅呢個比賽就反勝咗中國籍嘅球手啊韓江雪嘅。
而在今年的四月其實就黃康怡都是呢個吉隆坡 J 3的錦標賽啦，亦都係攞到冠軍。除此之外 Ricky 在大滿貫其實那個成績都越來越好，在這個美國網球公開賽青少年女子雙打都可以打到入四強的。咁係啊，其實喺青少年賽，其實我哋喺舊年已經有提過，佢一路都喺 main draw 度打得唔錯。嗯。咁但係要睇嘅就係話，如果佢出年去過咗18歲之後，佢嗰、那個真係嗰個正式有冇資格可以繼續可以打到主賽圈嘅賽事啦？因為其實佢而家嗰個世界排名唔算高嘅，如果喺 WTA 嚟講，佢係1000位啦。咁暫時嚟講，連qualifying round 都未有機會入到嘅。但是以他那個一路上來的成績，還有他真的很勤力咯，都希望他可以打出一個更加好的排名。因為如果是WT 賽事不計啦，因為香港都會有一個分站，其實可以拿到一些積分，但是要入到世界排名是200度你才會有機會是打到大滿貫賽事的資格賽。所以我哋見到香港其實咁多年嚟啲球手啦，喺女子組入邊唔多咧，係有資格咧係打大滿貫嘅資格賽。咁我哋而家睇睇兩位球手開始熱身啦。咁熒光幕右邊著住黑色上身嘅就係30歲嘅陳詠柔 Venice。至於在熒光幕左手邊穿著藍色上衣熱身的就是黃康怡 Cody。 其實前幾天我都過來看過他們在八強的賽事，兩位球手的風格很不一樣的，黃康怡明顯就是較為我叫做現代一點，再加上他的體能是較為以力量和速度見稱。至於是 Venice， 他本身就是一個因為其實都退了役啦，那個體能訓練也都是會較為少了，再加上其實他就這樣看下去你見他的身形不是那麼紮實，就是說其實他的打法也都是就回自己的身形要做出調整，而在他的晉級過程裡面也都是調整得很好，較為是多變化在節奏上面，令到對手是難以發揮他最佳的長處來到是控制對手的。Cody 其實在一些嘅傳媒的訪問啦，佢都提到其實自己就很喜歡哭，成日輸波咧都喊嘅，佢話。咁但係而家就慢慢成長，就發覺其實即係你要贏波，一定要經過呢個過程啊，都係要輸好多嘅比賽，你先至能夠即係去成功噶啦。咁啊，慢慢都可以咧，即係心理上面都可以做到一啲嘅調整啦。我哋今日就會先同大家睇呢一場嘅女單決賽啦，但係稍後時間啦，亦都會有另外一場嘅決賽送俾大家，就係男雙嘅決賽嘅。咁今日天氣都算唔錯啊，即係都有啲嘅陽光啦。其實呢個幾兩個禮拜嚟講，其實個天氣都係好好。係啊。咁啊，再加埋今日咧，其實天氣轉涼咗啦。琴日開始咁變咗。雖然咁猛太陽底下，球手相對上咧係打起上嚟冇咁吃力嘅。咪出嚟睇波都好舒服啊！咁所以就一如往年都係噶啦，現場都會有好多嘅球迷啦，或者係啲球手嘅屋企人咧，都會嚟到現場去支持啊。
時間關係啦，我哋見得到而家呢一個鐘數啦，啱啱啊 Venice 開波個位置咧。頭先見佢係想練冚波嘅時間，亦都出現個問題，因為惡高頭咧望住個太陽，唔知係都個單向嘅陽光令到球手咧係背向我哋熒光幕嘅時間咧，其實都會受住一啲陽光上面嘅壓力嘅。而家喺裁判椅嘅左手邊嘅係陳永佑。而在裁判右手边的就是黄康健，本赛事为我们执法的主裁判是廖志杰先生。赛事即将开始，请各位静心欣赏，多谢晒。咁啊，两位球童似乎都未系好习惯几时俾波球员啊。我剛才都是在想這件事，還有都聽到剛才就不知道是不是主裁判是不是聲音都叫他們要執球啊，給回球手啊。你剛才看到啊Venice 剛剛想接黃康怡的球的時候，突然間有球童扔個球給他，多了個球。Wong to the right of the chair, won the toss and chose to serve.30 seconds. End of one.經過熱身之後，兩位球手都準備出來進行這場女單的決賽了。而首先開波的就會是鏡頭見到綠色衫這位就是黃康怡。先落頭兩分啊，30-0。第一局你有讲见到黄康怡三个第一发球咧都入唔到场，系自己都有定定头啊，佢都三个 game point。仲系有啲紧啊！
40-50.咁雖然第一局入邊一個發球，第一發球都唔中，但係仍然係幾輕鬆咁保到發球局。黃康怡，跟住就睇下陳永友嘅發球局啦，睇佢嘅表現會係點。It's Chen to serve. Love 50. Venice 仲緊都係，咪第一個發球分就開個 double fault， 咪見佢個左手星球個位置似乎唔係太理想。兩個 double fault， love 30。呢一板波個反擊能力好強啊，見得到佢。15-30。咁啊，黃康怡加力嘅呢一板直線波 ，Venice 手到埋去推個位推得好準。攞翻分先啊，15-30。似乎反手方面個。借力推出去的落點推得很有信心，同樣的落點幫 Venice 攞到一分，追返30平手。40-30。有運氣，呢個波啱啱拉網爬咗過去，保住發球局。1-1。面向太陽呢一邊發嘅，哇，佢就好靚喎。卒之中佢嘅第一发啦，个波速好高。
16度。唔開個 ace， 但係又開一個 double fault。Pot。好，出界。15-40。兩個 break point， 咪喺度被迫發球局啊 ，Cody。咪陳明仁就領先局分2-1啊，有一個 break 喺手。睇跟住 Venice 面向太阳呢一边嘅发球局个表现会系点啦？Cody 有啲幾心急啊，咪好想係快啲可以破翻發球局。15平手。今天兩個球手的發球都未係很順。兩波。嗱，其實見到頭先阿 Venice 將個波拉到好高。是希望是逼 Cody 打得弱的，其實都成功的，但是跟住個板回返返過嚟，他把握不到，反而被 Cody 即刻可以有個爭取到的進攻位，因為始終 Cody 都不算高大，如果個波很高的話，他要騰到很厚，那個波的威力就會明顯是減弱了。哎呀，这个球打埋出界，
咁啊 ，Cody 喺度亦都成功破到 Venice 嘅发球局啊，咁啊互破2-2啦。呢一分波其实 Venice 都做得好好嘅，将个发球拉到好阔啦，然后转线打个中呢个直线位，但系 Cody 个波过嚟唔容易掌握，咁啊 Venice 都系攞得太边嘅情况底下打失。咁啊，又系尝试想打高啲、深啲啊，咁但系就打出界啊！阿 Venice 呢个波，15-15。進攻方面其實兩位球手都做得不錯，這個球在踩上來黃康怡打出來的球節奏很快。之前幾天我看他打在現場看的時間呢，見得到、Cody 的出手呢比起前兩年呢明顯是每一板球的力量都是強了。身形見佢都扎實咗，扎實咗，當然會長高咗啦。俾我哋即係早兩年見佢就，另外真係扎實咗、成熟咗，即係成個身形。係。好啦，喺度有兩個 game point。爭好少啊！呢、這個。又開一個 double four， 仲有一個 game point 機會。啱啱喺界上面。Jeez。Deuce 嘅第二發，未有少少諗住對方個正手打出嚟唔應該咁短，唔見到 Cody 咧上嚟嘅時間慢咗啲咁多，都聰明啊 ！Venice 嘅打法其實真係係啊。即係唔俾機會啊 ，Cody 去進攻。Big point 第二發。Jeez。都有心思嘅，即係呢個接發球，但係可惜又打出界。地板波見得到對方回翻過嚟，見到 Cody 咧係冇諗住對方個波有力啦，因為自己第一發球中啦，咁即刻壓上去，個波好重。好大板，好深，招架唔理啊！見到 Venice 完全。Want these three games to do。保住發球，咁啊 Cody 喺第一盤波。3-2領先。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urn your phone into silent mode。各位先生女士，麻煩將手機調至靜音模式，唔該曬。
易睇啊！呢個波，我見到個波落地個位置係好近好近底線嘅，咁仲要係咁高跌落嚟咧，見到係 Cody 咧係完全可能個太陽影響底下咧，加埋係睇唔到個波。好嘢！波上地上得好準確個時間，見到對方挨打，板面一開。咁就知道對方呢個波咧係威力唔大啦。有個30-0嘅領先。翻到 Cody 咧，系用一个高波，再等个波短压边位嘅模式去攞分。呢个波拉拉网。咪影響咗 Venice 呢一板波出手嘅時間，有啲壓力嘅30-0。哎呀！咪見得到，其實係跑起上嚟兩邊咁闊嘅角度、咁長嘅距離咧。Cody 明顯就係你睇得到全職運動員佢嘅體能係真係表現得比對方好，同埋嗰個停嗰個平衡都做得好好咯。係啊，咪啱啱呢一分就來回板數比較多啊。Big point。雖然控制住嘅就係 Venice 咁，但係。Cody 在那個體能方面是比出個優勝在這裡。出界去到這個位置見得到呢，是少少不太知道要怎樣選擇出手，變成呢陳明由呢一板波咧，係出手嘅時間太猶豫，咁又想喺個波較為短嘅時間，又想係爭取一個進取啲嘅打法，咁但係自己又唔係好啱位，再一次被破發。好嘢，起步好快。Love 15。你見到一起步，陳明由已經係擺定塊板喺嗰個擊球點度。嗯。15。出手板就板頭唔算重咁，但係盡量控制到個波好深。呢、這個接快球亦都係個波又係去到好近底線。呢一板波打落嚟係好低啊！咁亦都睇到個波係過嚟好低又好折啦，咁令到 Venice 唔容易打。30-15。
板嘅。40-50。板波係轉線嘅時間，亦都係加咗好重上旋落去。兩個 game point。保到可以將嗰個分數去到5㗎喇。好嘢。Game 呢一板打得好清脆嚟落。咪開得靚之外，你見得到 Cody 上嚟嗰個時間同埋個節奏好準確。板面喺咁快嘅節奏入面控到呢個波去嗰個位置，其實真係唔容易。要好熟，好有信心。領先的呢就是 Cody 黃康怡，局分呢就是5-2。大家都試過互破對方的發球局了。一路數下去其實連贏四局波的了 Cody。Venice 的開波一定要保到才可以在第一盤繼續打下去、啊、兩板都是想強攻啊，咁出現兩個失誤，咁但係亦都係諗緊，可能係呢一板呢一、這個發呢、這個節發球局咧 ，Cody 都係諗住係睇下可唔可以搶到分，搶唔到等跟住自己嘅發球局去做事。其實雖然是第二發 Venice 開出嚟，但因為他用一個係少少近側旋咧，個波彈跳不高的情況底下，其實不容易一板起板，同埋個波落地都幾多轉彎，不同一般喺我哋見到球手開第二發球，通常開上旋波彈得高啲。放短波的時間，你看到之前幾板波都沒有辦法令到、Venice 陳明柔吞到很厚的位置，所以這一類這樣放短波沒什麼著數。追回一些分數、啊、看到 Venice 就是有兩個 game point。40-30。見到都打翻埋身，似乎個效果唔錯，因為黃康怡個 Cody 出手個波真係重嘅，快令到陳明柔冇時間騰位。本来40-15领先嘅，而家就要打到 deuce 啦。
好嘢。呢板控制個波控制得好好，見到對面上嚟嘅時間，陳明又唔大力，借力撥翻過去，控制住個波低過網。又一次 double fault。再 deuce， advantage one。咁開埋呢個 double four 之後，亦都即係話 Cody 喺度有個 set point。在防守方面看到 Venice 好定，剛才看得到 Cody 是有個機會冚波，想住擺落去就夠了，但是 Venice 是很硬正。好了，再回來 Deuce。这波相对上回翻过嚟较为低，咁啊 ，Cody 仲想再加力打嘅时间就危险咗。好啦 ，game point， 睇下保唔保到发球局啦。一板跑住打嘅波推翻好深 ，Venice 冧住个波会断咧，已经行紧上去，点知个波咧系逼翻佢翻转头，已经系做唔到太多选择，仲系难分难解啊！呢个发球局。再争取到保发球局的机会啊！好嘢！好嘢！连续三板重复的路线。上嚟呢一板選擇得好好，擺條路線，跟住個波咧係啱啱夠就得啦。見到阿 Venice 就猛咁要估啊，究竟你打邊邊啊？冇啦，呢個波太短啦，回翻嚟。Next， 你都係希望對方打失嘅。打邊邊 ，Venice 都追唔到。打體力喎 ，Cody 呢一分波係慢慢猜，唔心急。
但係見到一路調動住 Venice 嘅時間，其實 Venice 做唔到太多嘢。咁雖然個波唔快，但係一路都係捱緊打 Venice。Break point。仲要係好索氣添。咁啊 ，Cody 再一次啊，有 set point 嘅機會。見得到，因為少少唔夠氣嘅關係啦，呢一分波。我令到自己咧係夾硬去起板，再一次被破壞球局，亦都係 Cody 黃康兒上屆冠軍，連續兩屆噶啦，咁啊先贏第一盤波6-2嘅。咁喺第一盤波，其實 Venice 就俾對手咧破咗3次發球局噶啦。咁見到喺第一盤波咧，其實開頭嘅時候咧，大家都即係仲有啲嘅爭持啦，試過大家互破發球局。咁但係去到 Cody 去到3-2之後啦，咁就直捣黃龍啊，一路咧就可以贏埋呢一盤波6-2嘅局分。咁個分野就喺即係第一盤嘅中段咧就出嚟啦。Cody 在第一盤波啦，喺即經過咗頭4-5局波之後咧，慢慢入到局之後咧，個發揮就越嚟越好啊！咁即使 Venice 都嘗試去做一啲嘅變化啦，咁但係都係即始終 Cody 都係化解得到。好啦，第二盤啊，先開波嘅亦都係 Cody 黃康兒。撳唔到個波啊！見到就係 Venice。咁睇下去到第二盤咧 ，Cody 會唔會再加快少少個節奏，再俾多啲壓力啊 Venice 啊？因為始終體能上其實 Cody 就會有個優勢嘅。30-0。啱啱好中到界，都好索氣啊！見到 Benny 真係。越打越爽，冇錯。即係再加快啲個節奏啦，令到即係 Benny 回氣嘅時間更加短。咪亦都睇得到佢個贏咗第一盤波個信心好明顯唔同咗啦。咁啊，發球威力亦都係因為個人放鬆啲嘅關係咧，個威力出嚟更加好。雖然 Venice 嘗試去拖慢對方嘅節奏，咁但係對方個板頭實在太重。我哋見到熒光幕右邊呢位企喺度嘅先生咧，就係 Venice 嘅爸爸。少少見到 Venice 係咪想改打法咧？咁見到佢第二版就已經係出手信做嘢啦。
Love 30. Fifteen 40. 第一个发球局就两个破发机会了，被 Cody 攞到。好快。Game one. Wong needs two games to love. 第二盘一落嚟就保唔到发球局啦 ，Vanis。Cody 黄康怡第二盘波2-0领先。头先。在盤尾的發球局看得到陳詠柔在體力上面是消耗了很多，再加上呢被破之後的、那個、情緒有少少不太穩定。 Caution First service这个第二发球的落点都很薄啊。Love 30。这个发球局出现两分落后，黄康怡。呢板啱啱黐住個網絡啊！起到步嘅啦，但係陳詠柔見到個波落嚟咧，係完全冇向前嘅跡象。再睇下呢板波嘅時間掌握得好出色。Next first service， 追翻曬兩分啦，30平手。慢少少，見到 Cody 真係熟波，咪喺呢啲情況底下個波咁樣彈過嚟咧，佢諗都唔諗一板掃落去，個波好衝。Cody 嘅 game point。爭少少。Yes。
陳銘有個接發球喺度底線上面咁滯。Cody 仍然係回翻一個靚波。咁相反地 ，Cody 嘅回波咁深嘅時間，陳銘有就控唔到啦。Let second service。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保得住呢個發球局。黃怡領先住3-0，第二盤波揸住一個破發。越嚟越鬆出手嘅時間，咁即係話個波威力會越嚟越高啦。都有啲可惜啊！即其實 Vanis 喺啱啱呢一局波咧，其實睇下啊，都會唔會即刻可以破翻 Cody 嘅發球局啦？但係經過一輪嘅即係掙扎之後咧，都係破唔到。呢一板波見得到對方放短嘅時間 ，Cody 上嚟嗰個速度真係快啦。咁仍然係控制到個板面咧，係好定好定。換個支板出嚟啊 ，Cody。0-30，對 Venice 嚟講，呢板係機會波嚟嘅。再嚟一個 double fault， 三個 break point。接二連三嘅 double fault 啊 ！Won these four games to love。咁 Cody 就領先到去4-0噶啦，喺第二盤。咁揸住一盤喺手。Love fifteen。0-30，同頭先嗰個發球局一樣，先輸兩分波，睇下可唔可以追得翻。好嘢，呢板 passing shot 唔差嘅，但 Venice 上嚟嘅時間快板啱啱擺到喺度，送到個波翻過去。
再睇下呢板波。Cody 呢個波落得好靚，仍然係有足夠嘅控球能力。Venice 呢一分波打得好出色。好啦，三個 break point。Cody 嘅第二發。好嘢，接发球落个界边度，跟住上网，厉害！追翻个壁先啦，喺呢度。上嚟呢班拦截个动作好好，好标准。4-1，领先嘅咧就系 Cody 黄康仪。Venice 要做的一定就是保住自己发球局，希望可以将那个差距拉返近啲啊。見到 Venice 追呢一球波，去到最尾嘅兩步咧係唔夠力嘅。咁見到佢好去到嗰個位置咧，已經係收步，因為驚翻唔切嚟。咁反而 Cody 係唔會有呢個情況。落后0-30，0-40啦。Game one. One is 5-1。但在这里就 Cody 即刻又破回 Venice 的发球局，将分数拉开到5-1。黄康仪 Cody 的 serving for championship。好靓。有 Ace 的开波。哇，冇计啊 ！30 啦，当去到呢个阶段嘅时间，佢嘅信心一定强。呢板波一啲都唔容易打，但系见到佢每一样嘢都系啱啱好，做得好准确。40-0，三個錦標分。Game set match one。
打失埋呢球波，咁即係話六比一就係第二半波嘅比數。黃康怡兩屆嘅連續兩屆嘅錦標得主，再嚟多一次，連續三屆嘅冠軍。分數方面啦，六比二、六比一直落兩盤擊敗咗對手陳永友啊。見到佢個表現係一年一年更加好，越嚟越成熟啊！係啊，咪之前兩年嘅亞軍 Justin 咧，就今年應該係去咗美國讀書，咁啊，所以咧係今屆嘅賽事就冇參加。呢板波真係黐住個網絡嘅。Cody 在整場比賽其實開了個缺口之後，越打越順，越打越有信心。沒錯，我們會和大家直播的四場決賽，剛剛是完成了第一場，就是女子單打的錦標賽，成績也出了。今年 又一次是 Cody 黃康怡擊敗對手，是成功卫冕到再一次的他的单打锦标。我对 Venice 来讲绝对是虽败犹荣，就是挂了板两年没有打职业赛，亦都是今年亦都是结埋分啦，仍然是能够入到来决赛，絕對對每一位在 CLC 的會員，他自己都是會員，還有很多朋友來說他認為是絕對有交代，所以你看到他雖然尾段有少少苦笑，但是拿低放得低，去到這個階段也是很享受，是能夠是有份參與這個賽事，也都打到他最後的階段。對住今日的對手，其實就是一來很年輕，二來就是現在的全職球手，越打越有成績的黃康怡，所以學你所說真是衰敗有榮。咁掉翻轉，其實在這一場比賽入面，對陳永友 Venice 來說真是沒什麼壓力的，是雖然他都想贏，但是實際上就是說在那個運動員的背景入面，在現今的背景裡相差咁遠，對方是全職運動員，自己不是，咁亦都係對方是一路一路在成績方面係上緊，咁啊體力亦都係相差好遠啦。咁因為自己都叫做啱啱踏入三十歲，咁對方仍然未夠十八歲，相差十二年嘅係年紀。咁雖然你話喺世界排名，陳永友曾經係高居三百多位啦，咁比起黃康怡而家成績係都相差都幾遠下嘅，都係高好多。咁但係實際上去到長江後浪嘅環境底下，咁其實係一脱一脱，係應該係黃康怡應該贏嘅。所以掉翻轉，黃康怡一落嚟嘅時間頭兩三局，我見到佢嘅壓力好大。係。咁但係仍然喺熱了身之後的信心給他自己，知道自己其實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優勝的情況底下，發揮也是做得是中規中矩，跟著第二盤波也是開始踩回是順，能夠是越打越好。現場就會準備進行頒獎禮了，稍後時間也都會有男雙的決賽，和大家一起會看這一場的直播。
啦，現場會進行頒獎禮。Hello， 誒、大家好。OK， the ladies open single championship final match has just finished. Now we will have the prize presentation. 女子單打公開賽錦標賽決賽已經完結，我哋而家將會進行頒獎。Okay, we have our pleasure to invite our tournament treasurer, Miss Michelle Mui, to present the prize. 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賽事師傅梅文珊小姐為我哋頒獎。Firstly, we'd like to present the prize of runners-up. 首先我們會頒發亞軍。The runners-up is Venice Chen. 亞軍是陳榮。今年度啊，女單的亞軍啊，陳榮柔。Okay, the runner-up can receive prize money of HK$14,000. 獎金額有14,000。Active take gift pack, Wilson tennis bag and 和興白花油的 gift pack。另外仲有一系列嘅獎品啊。賽事獎金14,000，保力通關節膠禮品包活力機。件貼禮品包同埋Wilson 嘅網球包同埋和興白花油嘅禮品包嘅。Okay, the champion of CLC Open 2019。咁跟住接住落嚟就會係頒啦，2019年啊，香港中華遊樂會公開賽女單嘅冠軍啊，就係 Cody 黃康怡。咁連續三年啦，喺呢個賽事咧就攞到錦標。網球公開賽2019年女子單打公開錦標賽嘅冠軍係黃康怡小姐。The champion could receive prize money of 直落兩盤擊敗對手嘅6-2、6-1。Peloton gel gift pack active tape 咪可以攞到咧就係28,000嘅獎金啦，同埋咧亦都有一系列嘅獎品。賽事獎金。28,000，普力通關節貼禮品包，活力肌腱貼禮品包 ，Wilson 網球棒同埋和興白花油嘅禮品包嘅。Okay, let's have a group photo together。我哋請亞軍。同埋冠軍合照。
you, Ms. Mui, and congratulations to all players. 我哋就再一次啊，恭喜兩位女子球手。恭喜曬咁多位嘅得獎者。颁奖礼之后啊，稍后时间咧就会系进行男双嘅决赛噶啦，亦都会系我哋今日啦第二场同大家睇嘅直播赛事。現場就會準備咧，就係訪問球手嘅。我哋交落去現場啦，聽一聽訪問先啦。好，咁啊，喺我身邊咧就係今屆 CRC Open 嘅女單公開組嘅冠軍啊 ，Cody 黃康怡啦。咁先恭喜曬你先啦 ，Cody。今次都係你連續第三年喺呢一度攞到呢個女單嘅冠軍啦，心情係點先？咁好開心啊，因為 CRC Open 係我每年都好期待嘅一個比賽啦。咁我可以即係維持到呢個冠軍，咁樣好開心啊！今場決賽對住都叫前輩啦 ，Fanny， 即係其實即係一個前輩對住自己，咁但係即係做最後其實見到個比分都比較即係拉得比較開，其實覺得自己今場做得最好或者比對手好嘅地方喺邊度咧？可能因為我諗我打法比較進攻型啦，咁節奏比較快咯，所以但係即係最初可能初見你可能無論是發球啊或者一啲嘅抽擊，其實都有少少嘅 unforced error。其實嗰度點樣調整翻嚟咧？去到即係中間嘅時候，冇話點樣調整啦。但係我希望即係可以繼續去嘗試去打咯，即係唔好話失一球就唔打咁樣咯。
其實除了今次在 CLC Open 這裡，其實你今年全年在很多的比賽，好像之前 ITF 的華欣啦，今個月初在隔離維園的主場都贏了香港青少年公開賽啦。即其實這一年來，即一個這麼好的狀態是怎樣去維持，還有即覺得即怎樣去做到的呢？其實我最主要是因為我今年就多了一個 EFG HKTA Tour Team 的 sponsor 啦，他幫到我很多啦，即例如我出去比賽，他都可能有 fitness coach、physio 這樣幫，即好像幫我 recovery 這樣啦，是對我來說幫助很大，而且今年 training 是多了很多。即既然今年 training 都多了那麼多，下年會不會都在這個同樣這個場地見回你，再次爭取位面呢？希望可以啦。好，麻煩了，恭喜了。咁啊，都係17歲幾嘅啫。其實 Cody 黃康怡就係咁啊，已經喺呢個 CLC 嘅公開賽啦，連續三年咧就攞到女單嘅冠軍。咁好似頭先啊，即係訪問嘅時候啦，都提到今年嘅成績咧，其實都好好喎。係啊，咁啊，頭先我哋一路講啦，就係佢就上緊嘅，咁啊，再加埋係啊，其實總會幫佢揾到一個贊助，就係將嗰筆錢搬擺咗落去。我哋香港幾位女子球手入邊咧，就係佢哋嗰個隨團嘅物理治療師啦。咁令到佢哋喺出邊打比賽嘅時間咧，每日都會有物理治療師幫佢哋按摩，等佢哋嘅體力恢復得好好多。咁呢一點其實對職業球手，真係打職業嘅球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關鍵。因為你連日嘅賽事入面，其實積埋嘅疲累呢，如果你冇一個好好嘅恢復，體能恢復嘅話，其實你根本係冇可能去到連續打完四日波、五日波之後，仍然有好嘅表現。咁尤其球手隨時是一日要打兩場賽事，甚至乎是三場賽事，因為 ITF 的賽事如果有天雨影響，同埋佢哋會打埋雙打同埋單打兩個項目咯。喺咁嘅環境底下，球手嗰、那個體力消耗係非常之大，咁啊肌肉積埋嘅乳酸啊、疲累啊係會好緊要。咁所以能夠可以造就到係幫佢哋攞到一個資助啦，係有隨團嘅物理治療師喺度嘅話，其實絕對係幫到球員咧，係有個好穩定嘅表現空間。恢復其實都係即係訓練咧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冇錯，其實我哋一路講緊就係職業球手。其實就算是 ATP 或者 WTA 賽事都講緊喺每年嗰、那個賽事嘅安排實在太頻繁啦。咁我哋講緊 WTA 佢哋嗰個 ATP 佢哋嗰個排名咁高嘅球手，一年可能打廿零個比賽，咁但係一啲較為低水平嘅球手可能打嘅比賽更加多、更加激烈嘅時間啦，因為佢哋為咗要爭取足夠嘅分數可以突破到佢哋嘅排名啦。咁所以佢哋嗰個體力消耗絕對唔比WTA 或者 ATP 嘅賽事少，甚至乎係更加多。咁形成到其實喺職業賽入面，其實要做得好成績，唔係話球員嘅潛質有幾好啊，球員有幾勤力啊，有幾有鬥志，有幾投入。其實周邊嘅配套嗰、那個合作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你話要培育一個係職業球手有好嘅成績，唔係講緊係幾個人嘅事，係講緊係好大隊人嘅，成個團隊啊。冇錯。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見得到，就係喺職業賽入面，佢哋嘅訪問入面，成日第一件事就話要多謝自己個團隊。咁佢哋個團隊入面，當然坐喺度嗰幾個人，但一定如果係排名高嘅，佢哋有錢嘅球手，佢哋請嘅當然唔係嗰幾個咁少嘅。同埋我哋即係好唔想見到嘅咧，就係球員嘅傷患啊！即係如果你話嗰個比賽咁頻密嘅時候啦，咁啊即係自己冇一啲嘅物理治療啊，一啲好嘅即係團隊咧，去幫自己做一啲嘅恢復啊，或者去安排個訓練咧。咁其實球員即係好大嘅敵人就係嗰個傷患咯。冇錯，因為其實你每一次受傷，你一停咗落嚟，你所有嘢都要由頭再建立過，包括你嗰、那個感覺啦，你個肌肉啦，你嗰個耐力啦，咁力量啦，每一方面都要由頭再建立過嘅時間。咁所以點解體能訓練係重要，就是、因為體能訓練係做得好嘅話，其實係令到你喺個訓練可以加倍得嚟咧，係唔會
係受傷。係啊。咁有好多時就係體能做得好嘅話，其實受傷嘅機會就會少。受傷機會少嘅話，即係話你嗰個成績就可以一路向上攀爬，而唔使走翻轉頭。即係體能可以話係任何運動嘅一個基礎嚟啦。你冇體能嘅話，其實你嗰個天分有幾高，你嘅技術練得有幾好，你冇咁嘅體能，其實係即係承載唔到你將嗰個技術去發揮出嚟。其實你冇體能根本就冇可能係令到你有個技術係儲存得到，你根本連訓練你都未必承受得到嘅。冇錯。咁啊，今日嘅天氣都非常之好啦，藍天白雲。咁我哋嚟緊一點鐘咧，就會係舉行呢個男雙嘅賽事。咁啊，比賽嘅雙方咧就會有一對新嘅組合啦，就係林永倫拍住 Assis Khan， 咁啊較為叫做新嘅面孔啦。咁對喺連續有幾年睇 CRC 嘅時間，咁但係佢嘅對手咧就係舊年嘅係冠軍得主啦，就係李恩漢呢位台灣嘅教練拍住楊柏朗香港呢位全職嘅運動員。咁啊，佢哋舊年已經係攞咗呢一項賽事嘅錦標，今年再一次衛冕，睇下可唔可以咧係順利衛冕到，抑或係俾兩位新秀啦，我哋叫做係可以追到上嚟。咁啊，呢一場嘅男雙嘅決賽啦，咁啊大會嘅時間咧就係安排咗喺下午嘅一點鐘會開始嘅。咁我哋都會同大家當然會睇埋呢一場男雙決賽嘅直播啦。另外聽日咧，我亦都會同大家咧係有直播嘅賽事睇。咁啊，聽日咧就會係睇男單嘅決賽同埋女雙嘅決賽啦。咁啊，我哋見到場地就仲未安排，但係隔離球場我哋見到李恩漢咧喺度練緊波嘅。咁啊，我哋暫時咧就可以休息一陣。咁啊，大家唔好行開咁遠啦，因為一點鐘嘅時間咧，男子雙打嘅錦標決賽咧就會正式舉行噶啦。咁啊，到時咧亦都會繼續同大家睇直播嘅賽事。
Hello,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LC Open 2019. Now we will have the Men's Open Double Championship. 好，各位观众，欢迎再收睇睇路同埋 CLC 系联合一齐直播紧嘅系香港中华游乐会2019年全港网球锦标赛。咁啊，嚟紧我哋会举行嘅咧就系今届嘅男子双打嘅决赛锦标嘅。现在有请我哋嘅球员进场。咁啊，现场就介绍两位球手进场啦，四位嘅球手进场啦。两边嘅双打代表，咁啊，首先入嚟嘅咧，我哋见到咧就系新嘅挑战球手咧，就系阿 Sis Khan， 咁啊，后边嗰位咧就林永伦，就系今届咧系第一次入到嚟咧嘅新面孔啦。咁啊，至于后边嘅咧，我哋见到就系杨柏朗啦，同埋李恩汉系旧年嘅冠军得主。咁啊 ，Sis Khan 咧就係、是、已經喺大學畢業咗幾年嘅啦，而家係打緊全職嘅有段時間。咁實際上而家做緊乜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咁應該仲係打緊波嘅。咁啊，至於林永倫咧，舊年就係啱啱喺理工大學畢業啦。咁啊，而家咧喺總會度咧係做緊教練嘅。咁啊，至於楊柏朗就係喺香港嘅全職運動員啦。咁佢嘅拍檔李恩漢咧，亦都係全職嘅網球教練，嚟自台灣嘅教練嚟嘅。咁啊，入嚟嘅時候就見到阿 Sis Khan 同埋呢一個嘅林永倫咧，都好輕鬆啊，好有講有笑啦，兩個咁啊。跟住就因為佢哋會拖住啲球童入嚟啊嘛，係啦。咁然之後咧，又會同個球童 high five 啊，咁啊，同佢哋傾下偈咁樣，都好輕鬆啊。咪見到阿 Sis Khan 就好高大啊！呢個球手195啊，應該係。咁我頭先落去同佢影張相啦，佢都要特登烏低身我哋先係可以影埋同一個畫面。我諗佢都慣㗎啦。你睇下佢比林永倫都高出差唔多一個頭啊！係啊。咁啊，集合完毕，赢咗嘅咧就系杨柏朗同埋李恩汉呢一个组合嗰边，咁佢哋拣系先发球嘅。呢边啊，两位都是左手握拍噶，林永伦同埋系 Assist。荧光幕右手边呢一位咧，就系扎住条边嘅咧，就系林永伦。咁啊，至于隔篱系画面就系李恩汉，台湾嘅教练。睇下杨柏朗同埋李恩汉啦，喺今年嘅赛事可唔可以卫冕成功啦？
咁呢一场男双嘅决赛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同大家睇第二场嘅直播赛事。咁啊，头先嘅一场直播啦，咁啊女单嘅决赛啦，咁啊结果就系王康怡啊，咁啊已经喺呢一个嘅女单嘅比赛啦，第三度咧攞到冠军噶啦，咁啊直落两盘啦，6-2、6-1就击败咗陈咏柔，再一次捧起呢一个中华游乐会嘅呢一个网球公开赛嘅奖杯。咪自己男双啦，睇下最终系边个捧杯咧，咁啊好快我哋就可以揾到答案啦。Okay, on the left of the chair umpire, we have Ray Lam and Aziz Khan. On the right of the chair umpire, we have Brian Young and Li Shihan. The chair umpire is Mr. Dennis Chen. Please enjoy the game. 现在在裁判的左手边是林永伦和 Aziz Khan， 而在裁判右手边是杨柏朗和李恩汉。本场的赛事为我们执法的主裁判是陈卓恒先生。赛事即将开始，请各位大家静心欣赏，多谢。对有跟住我哋睇系 CRC 公开赛嘅观众嚟讲，都知道其实杨柏朗同埋李恩汉咧，都旧年已经系呢度嘅冠军啦。咁嘅打法亦都系合拍性啊，同埋佢哋嘅打法都有啲熟悉噶啦。咁啊，至于林永伦同埋 Aziz 啦，呢两位球手咧，喺如果唔熟系我哋本土赛事嘅觀眾嚟講，可能不是太熟悉兩位球手。 Aziz 他有1.95米的身高，他的發球上網的、那個、網前面攔截很穩定，再加上兩位都是左手握拍的球手，所以會給到有一定的威脅是給楊柏朗和李恩翰兩位球手。比赛就即将展开。第一盘首先开波的咧就系杨柏朗。第一个发球开个追身啊，咁啊尤其对住高大嘅球手咧，追身波个相对上个威力就会好大。
當對面有個網前面球手咁高大嘅時間都唔容易過得到，尤其呢個波阿 Ray 打得好扯。15-30 30平手。自己都頭零零啊，第一發球麻麻地。仲开个 double fourth 添，呢个时间第一个发球局出现 break point。雖然開個最新啊 Ray 打得不差，咁但係一升高的時間，李恩漢喺網前面就真係揼曬。追翻到 Deuce。有一個追身波，當球手咧企到咁前嘅時間，其實你只要少少控制唔到個路線咧，都真係幾難過到前面個球手。Game point。順利保住第一個發球局，雖然出現過 break point， 呢個球波見到 Ray 咧係都有少少係覺得啊李恩漢會搶網，咁於是乎咧第二板波轉線打個直線位，都要係嘗試噶啦。因為當見得到啊 Brian 將佢拉到咁斜嘅時間，如果打中間過嘅斜線波，咁李恩漢一踏一步咧就已經係攞曬。先開波的是 Sis 這一邊，阿斯坎特 Sir 其實大家都熟啦，李恩漢都係非常之係力量主導嘅球手，手腕前臂力非常之強。你望下個時間掌握得好嘅時間，拍落嚟個波快到喺底線嚇，即係冚呢個波。先落第一分。
咁 assist 兩板 volley 打出嚟咧，其實個個落點都好深。咁但係因為對面個波好重旋轉咧，佢個 volley 打落去咯，係深得嚟唔夠實正，咁變咗對面就好多時間係起板、轉線同埋拉個波。落零三十。这个又是了，咪见得到李恩汉系吞个时间吞得好准，将个波揿得好低。assist 呢个波咧系一升高少少啫，阿 Brian 就已经系攞得好爽，三个 break point。好似好輕鬆咁啊！阿 Ray 呢一板兩板嘅攔截，第一板波有少少遲咗嘅，第二板再打落去咧，就好似好有信心。你見得到佢咧塊板擺到咧，送出去個位置啦，係好靚。仲有兩個 break point。这个波开得好深啊，这个波见得到是想开个追身位，但是杨柏朗褪位褪得很快，很短的动作将个波是按住铁网过，令到 assist 这一板拦截打得很吃力。如果看到 Ray 那边呢，其实似乎在 assist 的发球入面帮不到太多忙，少少太保守。2-0，问题就李恩汉的开波。咪见到呢个波，阿 Ray 出手嘅时间，个波已经系高过佢个心口位，咁即系阿李恩汉个发球咧系大有上旋啦，个波好重得嚟咧系弹得好高，30-0。哎呀，争少少。估計對方搶中間的位置估計得很好的 assist， 但是可惜差了少少啫。這個波啱啱好啊 ，Brian 走了嘅。出界。想側身去打個波追身，好重好深。立劍補發球局啦，李恩漢有一個破發揸住啦，3-0領先。咁
暫時打了三局波咧，係阿 Ray 呢邊接了兩個發球局，相對上見得到咧，佢哋對方咧唔係打發球上網咯。咁睇得到阿 Ray 同埋阿 Sis 嗰個接發球相對上係唔係好夠貼網，咁可能想打深啲嘅波，因為對方唔上網，但係往往出現過就係個波較為高，咁俾到Brian 同埋阿李恩翰咧喺網前邊咧係。較為主動進取的時間就會多啲喺網前面係打波你，咁要諗諗點樣調整喺接發球方面，咁發球方面亦都係咯，咁啊點樣可以係喺嗰個組織方面再進取啲啊？我睇睇 assist 喺網前面幫唔幫到 Ray 手啦。Brian 奇又上嚟啦，見到李恩翰呢個側身褪嘅正手咧，係貼住個網去，咁變咗就算阿 Sis 雖然你話佢高大啦，但係嗰個位係佢反手位，如果要打個低嘅攔截咧，係唔容易。15哦。送一分俾對手啊！開個 double four， 咪見得到，其實李恩翰企個位置好中啦，已經一拋起個波再褪中間咗，令到阿 Ray 唔係好集中精神去開個波，因為李恩翰嗰個正手咧實在太強。留一分啊，15-30。Ray 呢一板波打得好深，但系亦都系相对上喺双打嚟好计，个波较为高过网嘅时间。你个波见到阿 Sis 咧系压在中间，有少少唔专心啦。你欣看呢一板波，佢自己都觉得。要留心啲，專注啲去打自己嘅板波。Game Lam Khan， 呢一板波想放短。而家呢啲 by three games to one。啊！Ray 呢一邊咧係補到佢哋嘅第一個發球局，局分楊柏朗同埋李恩翰領先3-1，第一盤賽事。呢一球波其實係有少少見到楊柏朗咧係等咗，俾個波跌得低咗。如果早一步喺上面打咧，就冇呢個問題。第一 round 啊，咁啊係得 assist 就補唔到發球局，跟住又翻返嚟啦，楊柏朗嘅開波。冇办法啦，个波开得太靓，第一发球中喺个角落头度。
好深啊！第二发系啊，Murray 搭前一弹就要出手啦，唔容易控制。佢嘅路线控制得好好啊 ，Ray 其实几次喺个追身波入边，咁唯独是个波相对上系高咗的咁多。咁呢个波亦都系个波太快啦，太深，佢唔够时间控制。30-0。哇，好嘢啊！呢一球波，李仁翰竟然喺咁危急嘅关头可以耷低身，俾阿杨柏朗打到板直线波。再睇多次，救唔到呢个波，睇到杨柏朗喺后面即刻耷低身，犀利啊！好犀利啊！阿 Sis 呢个反应非常之快啦，但系冇计啦，突然间一缩低个波到咗自己手边，好。反应啱啱好推个直线，40-15。Game 原理。再补多一个发球局，杨柏朗呢边佢哋嘅组合啦，领先紧第一盘波4-1，揸住一个破发。呢个波唔易打。Assist 見到個波係仍然係追身，用一個好短嘅動作想係加力打個直線波，但個波咧係追身得嚟，個波好低，冇乜角度，冇乜高度俾 Assist 係咁樣加力打，但係都要搏下噶啦。咁比分好似拉到好闊咁，但係其實只係相差一個破發啫。要睇下 assist 呢一个发球局可唔可以比头先个发球局做好啲？咁啊，等阿 Ray 喺网前边可以帮到佢多啲手。咁但系李恩汉呢一边实在唔容易应付，两边嘅接发球都好贴网好快。Assist 始终俾我的感觉就系上到嚟咧，个拦截系好稳阵，但系缺乏咗少少爆炸力啊。咁啊，如果佢呢个波可以执落去，可能会系轻松翻少少，唔使等对方嘅犯错。呢一板射力射得好好，咁啊，杨柏朗几板波都打得好快好聚，嗱呢一板波都系啦，咁但系 Sis 啱啱好咧，系将个波轻轻咁放翻过去，放到一个较短嘅位置，30-0，有个好开始啊，呢一个发球局。40-0。
game， 咪开个靓波添，一个 love game 保住发球局 ，assist by four games to two， 开始个人松翻啲，发球威力都加强翻，好高啊！你见佢个击球个波落嚟嘅路线咧。哎呀，争少少。阿 Ray 就话个波应该系系咪出界呢、那个发球？嗱，再睇睇啦，好深，好近突，好近发球界。咁啊，接发球就似出界嘅。好重板。力量實在太強過嚟嘅時間，三十零，速度唔快啊！但係個波落地好加速啊，飆埋身，亦都彈到好高，四十零。保住呢个发球局，将个局分拉去到五比二，李恩汉同埋杨柏朗呢对卫冕嘅组合。仲啊，见到就李恩汉嘅发球局。咁啊，第一轮嘅发球入边，林永伦系补到发球嘅，睇下佢嘅第二轮发球可以点啦。而家就啱啱系打完出局波，换新波啦。林永伦保唔到发球局咧，就会先输第一盘啦。咁啊，发球开得好，但系阿 Sis 谂都谂唔到咧，系李恩汉个反手呢、這个波贴网贴得咁紧要啊！咁啊，杨柏朗亦都即刻把握住个机会，零十五。踢一球波啊，少少少少，唔系好专注，谂唔到个波会过到嚟喺佢自己系头顶呢个位，慢咗啲咁多啫。出界，啱啱出界啫。15-30。十五三十，fair deal。咁啊，呢个战术嘅部署都 OK 嘅。杨柏朗扯高一个波，跟住冲上网。等對方啦，掛住睇個波嘅時間咧，唔知道自己上咗網，但係啊，林永倫呢一板波喺上面撳落去，撳得好出色，三十平手。
30. 終於都見到你恩皇在這裡呢，在接發球裡面接了一個完全不理想的接發球，給了機會對面 Assist 拿這板 Wally 了。 Game point Game 好深啊，這個球李恩翰諗住縮手個波有機會出界，但係啱啱好落翻嚟，保住發球，咪仍然係揸住一個破發優勢嘅楊柏朗同埋李恩翰呢邊 serving for set。手腕力量好強。做不到太多嘢，但仍然可以彈得起個波。接发球靓，上到嚟手腕多了少少，咁啊见得到系李恩翰嗰个拦截回翻过去嘅时间咧，系个波唔容易打。我多两分啊，就可以先赢第一盘啦。三个 set point， 你见到网前面的拍档咧，真系做到嘢嘅时间系争好远好远。再加埋其实呢一边嗰个发球个威力一路都发挥好好，咁令到 assist 同埋 ray 好多时嘅接发球都相对上较高。咪保埋呢个发球局啊，杨柏朗咁啊，第一盘啊，6-3啊，先拔头筹嘅。Liu Bobis。咁啊，呢一度有上届冠军嘅组合啦，咁啊，第一盘波都赢得好有说服力。咁啊，其实就系第一盘咧，就系得 assist 嘅第，即系佢嘅第一个发球局咧，就系保唔住嘅。咪一路都唔能够再破翻对手啦，咪结果就第一盘先输6-3啊。看看第二盘落嚟咧，就四个球手嗰个发挥会系点样啦。咁啊，见到就即嗰个合拍程度咧，无可否认，真系杨柏朗拍住李恩翰呢一边咧就较为好啊。Liu Boss second set， 不过冇乜太大嘅犯错啊，其实佢两个都咁样，所以第一盘就顺利赢波先嘅。啊，第二盘先开波嘅咧就系 assist。
round 15。搶到機會㗎啦，咪有啲可惜。似乎阿 Ray 個身高唔係好夠啊，望望啊，爭個少少係隻手嘅長度，咁啊打唔應塊板。一样啊，这个波是去到 assist 的位置的时间，波已经是聚得很低下。又有危机啊，这个发球局030落后。真好笑啊，这个。麦理恩堂呢个波接高咗，其实两次佢个接发球都相对上较高噶啦，唔止系第一球波阿 Ray 有啲唔好彩，15-30。哇，靓开波！咁今日第一次见到 assist 开呢一球波咋？咁啊，左手一拍，其实好多时系呢个侧旋发球拉对方出去咧，系个效果非常之好。咁啊，呢个波直情系见到杨柏朗咧，唔追前嘅话系冇办法追得到个波。30平手。30, 30是不是有少少紧呢 ？Assist 呢个球波，你见到其实 Assist 所以有机会是大班拍落去的，他又不攞啊？咁但系佢又挤位，但系个位都挤得好靓，咁令到杨柏朗呢个哈佛尼咧系冧唔起个波，笠实咗。Game point 由030连追三分。Game。順利保住第一個發球局 assist， 第一盤波就輸一個 break， 就是輸他第一個發球局的一個 break， 第二盤波做返好了，其實一路都打返落去好了的、是其實是第一個發球局麻麻地，但是其實兩位左手握拍的球員呢，其實發揮得好的時間，其實那個發球局是不容易破。系啊，冇办法，可以喺接发球度再做好少少，争取到破发机会。杨柏朗嘅开波。15 love。见到你恩汉喺网前面，真系唔惊你几大。系啊。仲有足够嘅时间揈块板落去加力。其实这个球波是追到咁近脚边，对 assist 来讲真的不容易控制得好的波。再加上杨柏朗已经冲紧上嚟，30-0。冇办法，呢板反手揿落去，又系升高咗少少个波。再睇睇呢球波，接发球做得好啊！跟住呢个波
望下高過網嘅時間高過李欣漢個頭少少，真係幫到曬手啊！完全就係李欣漢喺前邊。咁即係輪翻到阿 Ray 呢邊升起個波俾李欣漢打。咁啊 ，Sis 已經做到好好啊，兩板一板接發球，一板上嚟嘅攔截撳得好低。但係當佢上嚟嘅時間，阿 Ray 咧有少少上得慢咗的咁多。1-1。阿 Ray 嘅開波。咁啊 ，Ray 上嚟嗰板拦截咧，有少少动作大咗。咁啊，咁当然啦，佢冲紧上嚟嘅时间，李欣汉嗰个波速亦都好快，令到佢少少紧张咗。0-15。Double four 送咗分俾对手啦。后0-30都有啲危险啊！呢个发球局，转线其实转得好好啊，杨柏朗已经系失晒位，失咗平衡，但系仍然个反应令到佢知道呢个波咧系要打，咁个手感真系好一流。阿 Ray 就有啲唔同意呢個波，即係裁判嗰個判決啦。咁呢一個就上一分波噶啦。15-40，追翻分。但仲面對緊兩個 break point 啊！好嘢 ，Ray 呢球波處理得好出色啊！咁重板打落嚟，李欣漢佢仍然可以將個波咧係再拉闊少少個波。可唔可以救埋呢個 break point 啦？救咗兩個噶啦。李欣漢網前面嗰個速度真係好快，係睇得好準真。Ray 嘅呢個發球局保唔到。咁就變咗就係楊柏朗同李欣漢呢邊啊，就領先2-1啦。咪見得到佢嗰個決心，話搶網就搶網嗰個決心咧，係喺球場入邊四位入邊係最出色嘅一位李欣漢。咁當然啦，其實見得到佢嘅體型嘅時間，你會覺得佢唔算係一個好快、好敏捷嘅球手，但係佢嘅經驗同埋佢嗰個鬥志。是令到他真的打得很出色，所以为什么他去年可以在这里拿到个锦标，今年再仍然是再一次是入到来决赛。你看得到他的
力量好強之外，佢嗰個爆炸力咧係真係好出色。你叫佢打多來回，可能係有少少蝕底啦，當然。咁但係佢嗰個力量就係一板波已經出色到係可以壓住咗你。冇錯。嗱，再睇睇啦。嗰個集中啦，個決心啦，個 timing 啦，全部都做得好好。冇錯。好啦，揸住一個 break。李恩翰嘅開波，攞 15。Murray 呢下做得好出色啊，壓到上到嚟。咁啊，見到李恩翰咧喺嗰個位置。嘅 inside out 正手咧係相對上較高，15哦。呢個波就接咗去阿 Brian 嘅手邊啦。咁呢個波控制得好好啊，直線得嚟個波係天網嘅，咁令到 Brian 呢個位咧係加唔到力落去。咁開始喺接發球做好咗，咁啊爭取到李恩翰呢個發球局啦。林永倫佢哋有一分領先。哎呀，太靚啦個波，一路追身，咁啊 Ray。想睇定啲嘅時間，個波都唔喺呢個位啦，直情喺個頸上面嗰個位置，好難撳啦，係30-30。40-30。呢個球波亦都睇到 assist 係擊球個位置，又喺塊面嗰個高度。即係睇落去李恩翰嗰個發球好似唔係好重嘅 kick serve， 但係個波彈得好高，好重旋轉。咁似有啲預咗個波會彈高嘅，即刻跳前早啲打個波。個時間掌握得好出色。李恩翰嘅發球第一次受到考驗啦，而家要打 deuce。乜之前嘅發球局佢都保得好輕鬆㗎。係啊。哎呀，那波过来没什么速度，那思去到以为那波有速度的时间，只手一摆那波就已经未到，歪了。Game point。Game。争少少啫，这个波好可惜。Yanni did by 3-2。3-1。assist 嘅開波，15啦。雖然第二發球，但係阿 Ray 咧都好幫手，包咗中間位先，攞曬，咁啊當。對面的波高的時間很專注去打你板第一攔截。哇有啊，
估唔到啊，好重嘅旋轉。仲要 in 好多，可惜想發生今天第一次而已。15-30有點壓力的，是啊，冇辦法啦，幾板難接過嚟，個速度壓得唔夠死啊！咁令到係楊柏朗同埋李恩翰兩邊咧，每一板嘅抽擊咧都可以加重落去打，一爆出去打嗰下幾緊要真係。係啊，即係用反手槍埋楊柏朗嘅正手嚟到打，就是幾有決心。好啦，咁啊呢邊就麻煩啦，兩個 break point。好猛啊！Yan Li， Yan Li lead by 4-1 second set。好啦 ，double break 就出現咗。咪領先嘅咧就係楊柏朗同埋李恩翰呢邊啊，4-1。咁啊，再睇下呢個波升起咗，上到嚟。有少少唔好彩啦，想壓落去嘅時間，個波拉一拉網，咁彈慢咗個波啦。李恩翰跟住再爆過嚟咧，個距離咁近，轮翻到呢边杨柏朗嘅发球，上嚟嘅時間，阿 Ray 呢一板攔截咧係冇乜速度，突然間跌咗落去，反應有少少慢咗。楊柏朗喺決定要點打嘅時間，0-15。That's first service。
啱啱喺条街度，冇计。最新就嚟个波又要中街，自己都望下，望住个地下，咁啊，似乎系觉得球证应该要判个波出界咁，但系实际上我哋喺画面度见到个波都真系似系掂到界。30-15。40-15。哇，好深啊！呢个开波又系。你波有少少似系 high 到都唔多。大家都仲系望。系喎、哦，连续两个波都系咁。两个 game point。嗱，咪去到五呢个数字噶啦，5-1领先嘅咧就系杨柏朗同李恩汉。阿 Ray 嘅开波，serving to stay in the match。升高咗呢個波，撳唔住個波，波落地之後飆得好快。15-15。想射力嘅時間，個手腕軟咗太多啦，俾個波壓住。压歪咗块板面，30-15。30-40。少少系唔够斗志啊！呢一份波，见到 Ray 临尾突然间转去嗰个位置。Match point, championship point. 好啦，一高就冇辦法啦。未補過發球局啊！喺第二盤波入邊，阿 Ray 同埋阿 Sis 咁啊，再輸多一盤1-6，咁即係話咧係衛冕嘅楊柏朗同埋李恩漢咧係直落6-3同埋6-1咧係成功衛冕。是他们的男双锦标。那个上风啊，在第二盘波就更加明显了，看到就是杨柏朗和李恩翰。看到大家都是打高是打深的波的时间，往前面的球手的决心的斗心有多强就在这里看到。一边阿 Ray 同埋阿 Assist 上面有少少係一個可能係想唔輸咁多嘅心態入面咧，係打起上嚟咧係有少少係太保守。咁相反咧就係、是、楊柏朗同李恩漢嗰邊咧係要爭勝嗰個心咧係強好多。冇錯，個決心好大啊！係啊，咁喺個變咗喺個部署方面咧，明顯就係個戰術運用唔同啦。咁雙打其實好難話處理，就話打穩陣。因為始終你如果不去進攻的話，對面就會越打越爽。現場就會馬上進行頒獎的了。我們今天看的兩場的決賽，兩場球都是直落兩盤就可以分到勝負了，不需要打到去決勝盤。
我哋再一次恭喜咧，就系杨柏朗同埋李恩汉卫冕成功啊！今日直落两盘6-3、6-1咁样击败咗咧，就系林永伦拍住 Assis Khan 嘅。見到 Ray 嘅女朋友啦，聽日佢就會打女雙嘅決賽。我哋喺等颁奖嘅时间，咁啊预告下听日嘅戏码啦。听日会有两场嘅决赛，一样同今日一样啦。咁但系听日两场决赛咧，喺肯定嘅就系喺男子双打入边咧，就一定会有一个新嘅冠军得主啦。因为听日嘅男子双打入边咧，就会系杨柏朗将会对住咧系 Coleman Wong 啊，咁一位香港叫做系新秀，非常之系。好大前途同埋叫做星光熠熠啊！個原因就係因為呢位球手啦，喺香港咁多年嚟咧，係從來香港冇球手贏過 Orange Bowl。咁佢咧係代表香港係贏咗佢嘅 Orange Bowl 單打，咁係一個青少年組嘅世界賽冠軍嚟嘅。咁啊，佢喺四強入邊擊敗咗 Jack Wong， 我哋之前幾屆嘅冠軍得主。咁啊，入到嚟決賽，咁佢嘅對手咧，亦都係楊柏朗啊，又係咁楊柏朗咧，係幾兩次喺呢個決賽入邊咧，係冇辦法係攞到佢嘅錦標。咁啊，睇下今次有個新嘅對手，有個比佢後生咁多嘅對手，可能經驗冇佢咁豐富喺決賽入邊嘅對手，會唔會可以終於咧喺呢度一嘗呢個冠軍嘅夢啦？聽你講完啦，就非常之期待啦呢一場嘅男單嘅決賽啊！聽日冇錯啦。咁至於女雙嘅決賽咧，就會由頭先我哋見到阿 Ray 嘅女朋友啦，連詠文咧係拍住妹妹連詠嘉咧，係兩位姊妹搭檔咧，就會對住係林詠橋同埋陸嘉穎噶。咁啊，林詠橋其實去年在 Junior 入邊，我去年都提過啦，佢贏了女子係 Junior 單打佢嘅錦標。咁啊，今年咧係入到嚟 Open 嘅雙打，其實佢之前亦都係贏過呢個賽事嘅雙打。咁佢今次拍住咧係佢嘅同學，咁亦都係香港大學嘅網球隊嘅隊員啦。咁啊，睇下佢今年佢哋呢兩位嘅成績會變成點啦。咁呢兩場嘅決賽啊，聽日我哋都會同大家睇直播，千祈唔好錯過啦。而家我哋翻返嚟現場啦，咁就會同大家一齊睇呢一個嘅男雙嘅頒獎禮。公開錦標賽決賽已經完結，我哋而家將會進行頒獎。We have our pleasure to invite our committee, Mr. Richard Toll, to present the prize.我哋好榮幸可以請到我哋嘅直理陶家琪先生為我哋頒獎。Firstly, we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e prize of the runners-up. 球童咧好細個，係啊。咁所以頭先見到好好笑咧，就係、是、個球童咧掛住咧周圍望咧，問佢攞波咧，識得反應。The runners-up are Ray Lam and Assis Khan。亞軍係林詠麟同 Assis Khan。啊，呢度要恭喜林詠麟同埋 Assis Khan 喺今年嘅賽事入邊咧係入到決賽，雖然係輸波，但係始終咧係能夠喺嘅。比賽生涯入邊咧，係攞到一個錦標，當然唔容易啦。入到決賽亦都係好辛苦、好艱辛。咁亦都俾到一啲新鮮感啊！即係呢一個嘅比賽啦，今年係希望佢哋出年咧再努力嚟過，咁啊攞到更加好嘅成績。基建禮品包同埋 Wilson 嘅球袋同埋白花油嘅禮品包嘅。
咁啊，啱啱頭先影光幕左邊嘅就係阿 Ray 嗰個爸爸啦。Okay, the champion of CLC Open 2019 Men's Open Doubles Championship are 男雙嘅冠軍啊 ，and Li Xinhing 咁就係楊柏朗同埋李欣瀚。香港中華遊樂會全港網球公開賽2019年男子雙打公開錦標賽冠軍係楊柏朗同埋李欣瀚，咪贏得好精彩啊！好有說服力。The champion could receive prize money of $20,000. 呢場賽事兩位球手無論係發球嘅發揮、網前面嘅發揮同埋個接發球嘅發揮，都係比對方係較為出色。咁所以亦都睇得到就係點解可以有一個幾大嘅比數。貼禮品包、活力基建、$20,000嘅獎金啊，男雙。Wilson 球棒同埋和興百花油嘅禮品包。Okay, let's have a good photo together. 请冠亚军的合照，唔该。Okay, thank you, Mr. Toto, and congratulations to all players. 唔該曬杜先生，再一次恭喜曬。頒獎禮亦都係順利完成咗啦。咁喺稍後嘅時間咧，亦都會做埋現場喺少少嘅球員嘅訪問啦。咁我哋今日嘅直播亦都會係暫時係告一段落。咁啊，聽日嘅另外王者之爭嘅直播入邊咧，係再同大家見面嘅。當然啦，喺呢個時間咁開心嘅時間，再要影多幾張相。應該都好輕下呢、這個獎杯對阿李欣瀚嚟講，對佢嚟講係啦，對佢嚟講應該好輕下。咁我哋頭先見到女單錦標嗰個獎座好重，喂、一見到阿 Cody 一力氣嘅時間，即刻聚一聚跌咗落去咁滯。咁今日嘅賽事係已經完結曬噶啦。見到咧係喺個分牌入邊咧起埋相，跟住我哋睇到嘅同事咧，亦都會喺現場咧同兩位冠軍嘅球手咧係做個簡短嘅訪問。今年的比賽就早了開波啦，所以就早了結束，咁都好嘅。其實即係如果大家在呢個 weekend 睇完波都仲諗住係 family day 咧，都仲好多時間啊！呢兩日。現場方面很快就會是球手的訪問啦。好啦，聽聽現場的訪問先啦。
好，咁喺我身边咧就系今届 CLC Open 嘅男双公开组嘅冠军李恩翰同埋杨柏朗啊。咁先恭喜晒两位先啦，即系两位都已经系连续第二届喺呢一度拎到冠军，连续第二届即系拿冠军。就是现在心情，而家嘅心情系点样咧？翻嚟先。其实都好开心嘅，知道其实呢个星期都唔容易嘅，觉得即系每一场波都系要好俾心机，好俾心机去先可以赢到每一场，所以。都好开心可以赢到冠军，好开心。OK， 哈哈，就是其实对住对面对手两位啦，两位都是左手啦，尤其是仲有 Assis Khan 都咁高啦。其实对住佢哋个赢嘅打法啊，或者个关键其实喺哪度咧？其实都知道佢哋系打咗好多年老搭档嘅，所以我哋真系要喺关键分嗰度把握得好啲咯，即系可能喺在 deuce 啊，甚至是 break point 的时候，真的要俾心机或者要 step up 去打好个分，先可以赢到呢场比赛咯。有没有觉得赢球的关键在哪？就是默契比对方好了，然后在关键发挥的时候，我们比较冷静，能够发挥在训练方面的时候。讲到即系默契都比较好啦，你两个拍咗几多年啊？其实，今年第二年咯，即系我哋。有其他嗰幾個公開賽，香港嘅公開賽都贏咗冠軍，咁所以係打咗好多比賽咯。時間就唔係好耐，但係比賽真係打得多咯。同埋佢之前都係做我嘅教練嘅，咁所以我哋都有一齊 travel， 一齊去出去打比賽。然後下一屆可以在下次再見到你們嗎？肯定的啊，他一直辦下去，我們就一直參加咯。好，唔該曬兩位，恭喜曬啊！咁啊，一路搞落去都會繼續參加。李恩翰就話：咁佢都講話，即係大家嘅默契都比較好啦。咁夾檔唔係好耐嘅啫，其實都係呢兩年嘅時間。咁但係打嘅比賽就好多。係啊，同埋阿 Brian 亦都講到咧，就係之前阿 Brian 出去打比賽嘅時間，李恩翰亦都係充當佢嘅教練，所以嗰個默契啊，嗰個聯繫咧係非常之係好，所以令到兩位球手個互信性好強。咁亦都係比賽喺雙打入邊咧，能夠成為一個。個體的關鍵嚟嘅，當然啦，喺呢度我哋亦都要恭喜今日攞到兩冠軍的兩個係賽事的得主啦，就是啱啱係女單的冠金屆的冠軍黃康兒，咁啊同埋啱啱我哋見得到的就是李恩翰同埋楊柏朗呢三位冠軍的球手，我哋喺呢度再一次恭喜佢哋嘅。咁啊，大家唔好忘記啦！咁啊，聽日咧，我哋就仍然都係會有兩場嘅直播送俾大家啦。咁啊，分別咧就會係男單嘅決賽啦，同埋女雙嘅決賽。咁就我哋約定大家啦。咁啊，聽日咧同樣時間啦，咁啊聽日就會係十點鐘開播啊。咁啊，聽日十點鐘開播，咁啊約定大家啦。咁啊，聽日嘅十點鐘同我哋一齊再睇直播噶啦喎。好啦，咁喺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咁啊，聽日再見喎。